韩国男神金秀贤素来堪称绯闻绝缘体，不过最新韩国方面突然传出他跟女团 Wonder Girls 前成员朝夕秘密交往一年。韩国消息人士透露，朝夕早前物色新公司时有好多苦恼，真正是因为有金秀贤推荐而签约其所属的事务所 Key East， 表示二人关系匪浅。消息又指金秀贤跟朝夕主要在女方位于龙山的住所附近拍拖，没有工作行程时金秀贤就会秘密前往女方住所见面。其实朝夕当天签约 Key East 时以力夸形同事金秀贤很有实力，外界已经笑言好期待朝夕与金秀贤合作演情侣，结果还真的传出绯闻。不过 Key East 方面很快就做出回应，表示关于二人交往之说是毫无根据。而金秀贤此前也被传出与女团 2NE1 的成员朴山德拉秘密交往，当时也被证实是假消息一则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韩国男神金秀贤素来堪称绯闻绝缘体，不过最新韩国方面突然传出他跟女团 Wonder Girls 前成员朝夕秘密交往一年。韩国消息人士透露，朝夕早前物色新公司时有好多苦恼，真正是因为有金秀贤推荐而签约其所属的事务所 Key East， 表示二人关系匪浅。消息又指金秀贤跟朝夕主要在女方位于龙山的住所附近拍拖，没有工作行程时金秀贤就会秘密前往女方住所见面。其实朝夕当天签约 Key East 时以力夸形同事金秀贤很有实力，外界已经笑言好期待朝夕与金秀贤合作演情侣，结果还真的传出绯闻。不过 Key East 方面很快就做出回应，表示关于二人交往之说是毫无根据。而金秀贤此前也被传出与女团 2NE1 的成员朴山德拉秘密交往，当时也被证实是假消息一则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